然后这个线条，其实这是没法用语言沟通的，所以触摸以后你还就会了解一二，就觉得哦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个线条这样的，这个、肌肉啊，或者是这个神态啊，其实那触摸对视障人很重要的。那下面这个小片子就是给大家播放一下，播放完这个小片子以后，我们将拿起电吉他摇滚一会儿，好吧？谢谢。Thank you.